乡下，我来为乡话，有记大哥，乃是人称革命好兵之王啊！自细汉根本是官家子弟，定得享受荣华富贵，兼顾会上早当做太过卑贱，官奸臣太过当权少家了。陷害着我百家全家，官朝臣不幸是命是活的过恶，兼顾皇天又地又开眼，定得保卫着阮全家，阮大哥何尚华平安脱出重围啊！定得平安无恙，兼顾路径在此地时阵，现家在乃是王大人将军来相救，令得平安无事，将阮修改仙姑碑为罪的左右去啊！住在这个别家这所在，你来行去，虽是安尼的模样来做，兼搁心焦急事，反有感激呀。我暗中伫咧调查，乃是听到我的救命恩师人王大人，向阮大哥伫咧沿途有无串工散主意，事事令我十分的苦恼，连是大哥是我的，较好可歹嘛是为感激呀。为着大哥起地，我着小心注意。暗中伫咧调查此事，别惊我大哥受连累哟，就是一定准备去停车。我愿我愿我愿